又到了岁末年终，想为家换新装的民众，在这个圣诞假期，不妨到花岗山中正体育馆，有一档家具名床沙发原木装潢大展。他们是由台湾在地优质家具工厂直营，带来年度最新款、最时尚的家具名床，同时还推出了优惠价格和超值的服务。想要换沙发或者是换床的民众呢，不妨把握机会前往参观。每到岁末年终，总是要为家做个大整理。2023最后一档国际家具名床沙发装潢大展，这个圣诞节假期来到了花岗山中正体育馆，由台湾在地优质家具工厂直营，带来最时尚的沙发名床组合。后现代沙发就是它的穿透性，还有它是高低背的设计，我们在空间里面的对话是最放松的。然后你坐下来，这个还可以多功能的，还可以延长，然后你还可以躺下来，非常的舒服。它延长的空间，放大空间，然后这个可以放直的，这里的空间就非常的大，整个立体感就不一样。然后它还可以采用低背的方式，增加彼此的距离。它采用的是凉感丝的耐磨耐刮，这个都有国际认证，而且是最环保的材质。你水的话它不会渗透进去，插起来很方便。猫啊狗啊，在上面，它都防止它的刮痕。对，就以为一起凉感呢，所以触感，非常的柔顺。它就是比较和风系列，然后这个都是全部原木百分之一百，然后它是用乌青石原木，全部在台湾制作，然后我们工厂可以定做你要的任何尺寸。合适房就是照家里的空间大小尺寸，你这个背后的衣橱也可以做成书柜，也可以做成你需要的置物长柜，通通都可以。然后降下来以后就可以变成一张床，然后它的尺寸规格是完全可以照任何人的家庭空间，你要做一长排当做那个卧榻区也可以，然后下面完全可以收纳，也可以做抽屉，都是看客户的需求来决定，而且运送不用加任何钱，设计规划也不用加任何钱，这是真正的服务啦。现场有2024最新款的电动名床、家具、系统装潢、室内设计，还有最时尚流行的沙发组合、养生机、儿童桌椅等。厂商还推出了优惠价和超值服务，每款沙发家具都可以量身打造定做，免设计费、免运费。想为家换新装的民众，不妨把握机会前往参观欣赏。记者惠焕是报道。